杰克又不会了，睡着了吗？会啦，会啦。啊，提示嘞，提慢慢来示啦。哇！什么？什么？你这毫无意义，你在外面干嘛啦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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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景的。天哪！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哎、欸。不会啊，硬要哎、欸。硬要哎、欸。背景无关啊，团团。代课的也不行啊。哎、欸，我猜到了，压底线。你们把他带坏了啦。带坏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我起码我的背景是有意义的，好不好？假的背景啊，嗯，都被带坏了。这前面都不是，这都不是。你，嗯？天国出来了。我到天国去吧。啊啊啊！这种啊？什么？尿尿！我在画什么？我可以重来吗？什么？你在画什么？凤梨？火影吗？啊？我在画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好羞耻哦！你到底在画什么？什么？啊！啊！啊！这什么？哇！哇！为什么？哇！原来凤梨才是关键的。啊！哇！哇塞！哇！凤梨，看那个凤梨，为什么是凤梨？王子啊，谁是凤梨？啊，原来你是王子啊！凤梨，看起来凤梨，那一滩尿哎、欸！那是水晶鞋吗？哦，原来是灰姑娘学水晶，三个字。我刚刚本来还想打王子出来，把王子写上来就蹦，它会蹦出一座。三个字。啊，普罗马，不是，是三个字、啊。嗯，这好像有点，嗯，想重画了吗？好好好好好好好，你来了。这个刚刚这个，我觉得也是很那个啊。啊，好啦，我画正常的好不好？好啦，你想歪哦，你想要歪题。尿屎还是鸡呀、啊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跟刚刚那个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懂了。等一下，爆炸吧！这跟刚刚那有什么关系？嗯，尿屎环。啊？啊？啊？故意？他是为什么要跟？你要走太远了吧？为什么跟？哎呀！哦，钥匙哦，他想画宝藏，然后画钥匙，然后再画那个圈。哦，太远了，想画钥匙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啊？什么三加 A？ 四大特。哦，三加 A。记得 ，what？ 哦，开始结束。啊？啊？没有听到。啊？这是什么啊？是啊。哦，放弃了哦！哇塞，反应太强了吧？这什么啊？好猛哦！啊？哦？哦？可以？我是不懂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可以。哦，我要写字就出来了。小宝，你那个不优，你上面刚才怎么？你在写什么啊？我们往上看一下哦。我觉得不行哦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是表格，有没有？啊，对，啊，这个啊、
你又来，还吐吐什么吐？啊！喂，我只画了一条线嘞！哇塞！啊！啊！啊！真的还假的？哦！啊！扯哎！它不是实体物品。不知道，可是我是它是一个形容。对。啊！刚才我没猜到了，那你居然，居然，我跟他打错，对啊，我跟他打错，啊，我猜不到，哎，热哦，我各种猜，我猜烟呢，又猜气，那不是实体物品。你在笑？太黑了吧！太黑了吧！笑成这样好贱哦！啊？喂？屁嘞！这样猜到什么假的？我猜到自己都惊讶。啊？哎，猜到了！我刚出现过，我刚出现过。好哦，可以，哦、很可爱，超可爱。几个字？屁！哆啦 A 梦。你不要好笑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好会哦！听歪了。哇塞，白怎么会啊？怎么会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是哆啦 A 梦？真的啊？哦，知道了。哦。你把他身上所有东西拆过一遍就好了。哦，就是尾巴有没有？嘿，有了有了，出来了。我知道这个位置肥肉对不对？你笑穿了，眼睛又肿了。哇，四十分钟哎，好久。哇，这怎么那么久啊？对啊，可以玩那么久，可以少分一点啊。我换主题，换主题。怎么离开哦？这个呀，好，我上个偷上个厕所，改名字，改名字，改名字啊！好，你们啊，谁开房？我开。啊，动物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好，180分。我切一下画面，180分。有了，贴了。行。哦。这个是谁啊？孤单水。我啊？凡是小凡是。那刚不是说要住几楼？住几楼？对啊，啊对，住三楼，谁住三楼？我来，我来，住三楼，我来，我来。是不是？好恐怖哦！不要了，很远了，我是很远的三楼。跟我住，我后面来说也是住三楼，没错啦。我住四楼，是我没冷气，可是。我到了，开始喽。团团，这个是什么？团到动物。我到了，我有冷气啊，有冷气。有冷气。还有鼠牛虎兔。人家动物很难呢，动物就常常查。动物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。嗯。什么？这个是不？这一次是动物题哦。动物题。对对对。啊，分啊，分数。有比较低的吗？180。好。啊？啊！哈哈！啊！笑笑。
哦哦，对对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啊，就是这个是这个哈，有点猜字啊，哎，嗯，哎，不是哦，啊啊，你知道你的一、哦、你知道你的一完全没贡献吗？哈哈哈，不是我一会害死人，我觉得。哦。仓库啊，我画仓库啊，哪里？哦，我觉得比较仓库啊。哦，要都要。我刚才以为是你在画跳蚤，你知不知道？还在。几个字？两个字。两个字。点点点。点点点点还没回家。聊天室说一哪里仓库了？哇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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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快，有多难的？我们要写三个那个。好，好，好，加油！但是这样，嗯，好，嗯，啊，嗯，啊？我记得他这个有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左边的才是吧？还是？嗯？啊？什么东西？嗯？好了。啊，好了。啊？啊？可是打这个不是啊？哎、欸！然后猜到了。嗯好神奇哦！都是啊，什么啊？嗯？哦，这个眼睛还是这样子的。啊？啊？对啊，眼那个眼睛有差哦。不是吐舌头？怎么那么呛啊？舌头？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一直笑的那个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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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这个这个是笑的。这叫什么了？啊！我刚有打，可是我选错字。哦，那三个哇，我来不及啊。那三个猎狗，这个不知道怎么念哎、欸。猎狗啊，猎狗。尽管有人跟我讲怎么念，我还是忘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可是我忘记叫什么了。好啦，来啦。哦、好难哦。嗯。哇，好黑、啊、哦，好黑。啊，三个字哦。有骗吗？还好吗？干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电灯泡亮了，亮了。是什么？耶、yeah! yeah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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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! ！等一下，没反应过来。那个亮亮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哎呦，输吧！很简单，很简单，没有不好画。Easy。嗯，好笑。几个字？一个字。我刚刚应该用动态的，对不对？一直切换画面就好了。你要三 D 龙事件吗？三 D 龙事件。哇，好粗哦！哇，这么哇什么？哇塞！哇塞！什么、欸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啊！啊？这铺马？啊？这叫什么？啊、有人猜对了，好猛、喔！不过是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啊哇、嗯、哇嗯哦，那一种东西的统称啊哦哦啊，太不像了吧！哇，你画的超像猴子的、欸哦，那个是鼻毛还是舌头啦？哦、你画哪里啦？舌头啦！哦哦。
避火是什么？